信邦邦的了啊，眼睛冻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给我。别粘着咱们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几分钟？这盐子冻开了。嗯，冻白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还管吗？管管。他眼中变黑了就行了，眼中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你的还原是黑的。对对，能还原到黑的。来来来。我这。没呢。变黑了的兄弟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啊，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还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哎呀哥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。这个要冷冻时间长都不能活了。你要保存，你要用负的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那个什么脐带血啊、静脉啊，都冻那么40-40，晓得完了。遗传基因都是用乙酰胆，对啊，金瓷，这个就是个原理。啊，行吧。真是天哪！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收藏，淋不掉。上次效果没这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嗯，管理员。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嗯。